天。者一一报名。孙悦是吧？我看着那边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报名你呀、啊，太紧张了。倪敏然，谢谢。贺一航，吴军，郑敬一。徐峰，张鬼，陈阿西，林光林，500万，周林，国华侨不侨华国。包青天，我们只进行了一半，还有一半现在开始准备进行之前，我想在新历年头，在旧历年底，为各位您说几句吉祥话，来向各位您祝贺。我们让倪敏然开始。吉祥话，吉祥的。从一开始。一开始。哎、对。一元复始。各位啊，掌声怎么又不见了？啊，谢谢。太好了啊！第二位啊，你是一是吧？那我二了。二元关闭。大过年的讲这种话啊，几二就是双啊，二二双双是吧？这个也不是吉祥话呀、啊。双喜临门。这个双星报喜呀、可以，谢谢。三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要讲吉祥话，四个字啊。三阳开泰，哎，好。四圈麻将，不是。不能乱讲话。四季生财，5月5号吃粽子，我吃粽子，我还屈原跳水了。我错了，不，五福临门嘛。六畜兴旺，好。老鼠嘛，对，你们家养六畜嘛，对。七年之痒。讲吉利话怎么吃痒啊？不是习惯了。七对佳偶。八七水灾。吉祥话你填水灾干嘛你？讲吉祥话。爸爸生日。爸爸生日什么？算吗？吃蛋糕啊你。吃蛋糕啊。急什么呢？怎么讲？八
仙过海啊，八仙过海。该你九九九一次九啊啊九啊，我还以为那啊一年一次嘛啊，对对对，该你该你十十啊十。十双皮鞋。你们在开皮鞋店的？那你来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嘛。萧十一郎，哎，数字摆前面、啊、这算吗？数字要摆第一前面、啊、十一萧郎、啊、你才疯子呢。好，吉祥话到这儿告一段落、啊、现在包青天下半段开始进行，我们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开始。朋友多抱紧点，铁面无私变中间，像老天都来了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，赚钱舒服身轻多言，彻底舒服是条好汉，麦克风，向右转，做鸟兽帅，跑步走。